来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二加油！这个你要重新再弄啦，对不对？吴永清，哎，很正哎，漂亮啦！哇，你这个素颜，他这个素颜太疯狂了。有一次舒服，就是有一次舒服，什么什么东西？有一次舒服，你讲什么？哎呀，啊，吴永清了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讲哦。他这个维护形象维护到不得了，因为他是浪直播的这个扛把子，没错，哎，里面最重要人物就是他，他永远要美美的，一定要私底下公开场全部美美的，颜值担当。有一次转身过来，然后突然起床了，哎，还是弄得美美，抓什么？为什么要抓？怎么会？起床很大，什么情况？他妈妈呢？他妈妈跟我说，哦，是你看到的，我们是那种人嘛，是啊。哎呦，吴永清，哎，这女神呢？我们赶快到他们家去突击一下，来。阿北，不然我们在录影，阿北出事了，你才准备初三得出事，这样也要演，好无聊。我是来出任务的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等一下要去突袭吴永清，他等一下要干嘛？他等一下要去倒垃圾。我跟你讲，倒垃圾的女孩子是最邋遢的时候。对，我要看看那素颜邋遢的他跟荧光幕前的他差别有多大。垃圾车都来了，却一直没看到吴永清的身影。等不到人就算了，还被误认是收垃圾的。没，谁？还自动把垃圾给我。突然间，摄影师捕捉到一个匆忙的身影。哎，那个小姐，你来一下，来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二加油！哎，你来一下。哎，我帮你检查一下垃圾了，因为哦，最近很多人哦都乱丢了。你像你这个都不行呢，来，你这个拿一下，这个都不可以啊。这个你看，回收的这个就不能丢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你要重新再弄了，对不对？吴永清，哎，很正哎，漂亮哎。跟就这样百般刁难，直到这个不是这个碗，这个纸盒哦也不能丢里面，纸盒也不能丢里面。喂，车都走了。哎，小姐，你长得很像一个女明星呢，我也长得很像一个男明星。你看我长得很像刘德华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哇，跑掉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是大热门特别企划，我们要来看女明星私底下的一面。哇，没化妆，维护形象。哇，维护形象。我现在就帮你捕捉一下，倒垃圾时素颜私底下的，好不好？Claire长什么样子？耶，很漂亮哎。OK 啊，用这台是4K 相机，躲都躲不掉，要拍到崩溃。而且球的不在这里，球的在后面。我们现在不在这拍。我们要去垃圾车，找一台垃圾车牌。看来很好，对，来清一下那个垃圾袋，清，那是你另外一半，对不对？什么啦？很好，再来，嘿 ，OK， 好。哇，好多阿伯围观哦，自信很高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赶快来欢迎吴永清出场。太疯狂了啦，厉害厉害，美爆！你脸上这个没有化妆，那个青筋哦，好像掐得出水。对啊，很 juicy 啊，皮肤很好哎，哇，条件很好嘞，皮肤很好哦。啊，那一天有没有吓一跳？那个大哥有吓一跳啊！啊，有人检查垃圾，检查成这样了吗？对啊，哪有人这样？对，垃圾车跑掉。我要宣导哦，你那里面真的很多回收。它里面有碗藏，你知道？啊，碗藏那个盒子，碗藏的盒子啊！你我今天把我的垃圾带来，你会便秘啊？哦，我超级容易便秘，我只要一个礼拜。阿丽的，我一个礼拜没有吃泻药，你要吃那个。你有去哪里？平常穿着是用什么标准在打扮自己？因为我就喜欢走一个就是毛茸茸舒服路线，所以我的外套是毛巾布的。哎，对这个哦，睡衣，对，然后。有一次舒服，有一次舒服，什么什么东西？有一次，你讲什么？有一次是舒服，你就会要求第二次。有一次舒服，哇，好特别！因为我的居家服太舒服了，所以我才直接穿去跟我姐妹约会。哦。差点下烂，姐妹还可以的，喜欢的男生那自然就比较对。
喜欢的男生，对啊，他就不接受我穿这样是吗？我接受啊，没有问你，没有问你干嘛？对啊，没回答呢。这一群的女生的俊将，听说俊将 OK 吗？会喜欢，これ。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是素颜，对，还不相信。他刚看很久，他刚盯着看看很久，人家就真的是素颜，真的，很多。你是不相信，然后想过来会摸一下，摸头不可能。没有这一段，没有这一段，不行。对啊，你应该要讲就是没有。要是宪哥先摸你，再去摸宪哥的手，你就会知道他比较有那几个。接的，落走，把他感受一下了，感受一下。哎，还真的呢，哎呦，真的呢，没有粉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没东西，还是没有你，还是没有你。鬼鬼祟祟，把他拖到桥上面去。鬼鬼祟祟，来，我们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无滤镜照，来，哦哟，会不会紧张？一点点。在垃圾车前面拍照。哦，一二三。这根本你根本是仙女，不是单身的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已经挑不出来了。屁！你这样，我真的挑不出来哪一张是不好看的。哎呦，每一张都这样，我真的尽量把它拍丑了。哎，你也太会拍了吧？其实我适合当摄影师。会拍照哎。你拍超好的，连那一张低头的都看得出来，那个欢乐 feel 有没有？哎，那个都是他 IG 的 pose 1:1，叫他照着拍的，这个真的好看，太美，真的好看。来，三位男来宾，你们来排位，不要不好意思了，直接讲了。他一定是你怎么样？我们来了，日本人决定，一起决定吧，一起决定，一二三一起讲，一二三，一啊！英雄所见略同。你看，人家加一还好，刚你没有坐第一位，要不然就难看喽。要不然要移动的话多麻烦，多麻烦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讲话，来，我们朱佑熙现在坐上无滤镜女神 number one。唱哦！半夜睡不着觉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太烂，好烂哦！难怪跨年被骂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拍成爱你的形状。梦游。